背心呢，从现在可以开始穿，到秋天你也可以搭在里面。它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冰凉冰丝料子哦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全部都是做了基本色给大家。首先，妞妞身上穿的是黑色，这一次很特别的是，妞妞做的是这种肩带。然后后面是双肩带，然后这边又车死的，有没有很特别？然后中间再继续打开。好，这一次的肩带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呢，帮大家挖了一个 V 领，说低不低，说高不高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而且呢，这一款是完全全弹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款可以穿到 XL 不是问题，超级舒服。你如果错过这一款基本款背心的话，你会后悔不已。而且它还可以用绑的，它非常多穿法，它是大家最喜欢的 MIT 冰丝布料。背的话就是一个细肩带背心，非常的漂亮。长度呢，如果你穿短裤的话，它是正常衣长，那像妞妞喜欢把它扎进去，它有带一点花灰，所以呢这个啊不会看起来像睡衣，而且非常有质感，无限大，厉害吧。好，而且它就是冰冰凉凉的料子哦，大家一定要去购买，完全不一样哦。而且这个肩带做得非常漂亮，而 L 号或是胸部大的粉丝你们都可以穿，不用担心。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蓝色，其实还是有一度之差。那如果你比较保守不会搭配的话，那你就买黑色，黑色是最显瘦的，也是最实穿的。大家都很喜欢买白色，因为白色可以就是内穿或是外搭。好，而且我们家的白色非常主推，因为我们家的白色非常白，非常漂亮，而且不会脏，弹性非常非常的好。